接下来，我要一次性的宣布三个宿舍的成绩。第一个宿舍很符合我们这一季的主题，是一个国际宿舍。上一赛段中，他们也都名列前第十一。奥斯卡，请连，请出列。第二个宿舍，这是一个住着世界冠军的宿舍。宿舍成员曾不止一次合作。这是一个学习氛围超浓的宿舍。这就是203宿舍。是我吧？好，请移步到台前，第一位。是站在这里学会唱歌的世界冠军。第二位何振宇。好呀。你哭得太早了。第三个宿舍，204宿舍。这个宿舍，他们既感受过柠檬的酸与涩，也尝过糖果的甜和咸。青年和阿斯卡，你们还觉得你们可以还在 A 班吗？现在，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。I really don't know。哎，我的英语来了，你有点 nervous。好，yes。其实今天也是我跟青年最后一天在一个宿舍，因为他也会要想要去跟米卡一起住，因为他觉得米卡一个人就挺孤单的。我上去那个房间，因为万一我不可以和米克一起串团，我们 lives will be different， 我们不可以 see each other as much， 所以我想 just spend the last month with him。你们准备好了听取？第二赛段的成绩了吗，各位 ？OK， 好了，来吧。OK， 202宿舍，庆莲，你在创造营2021第二赛段的排名是13名。恭喜，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恭喜，恭喜庆莲成功进入第三赛段。给了。OK，Yeah，Yeah。庆莲，嚯，表演13，他掉出 A 班了，不可能，他表演这么好。好的呢，那奥斯卡，你在这个赛段里面的成绩是？你觉得呢？12。哎，12吗？恭喜你，第五名。哇！恭喜你！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恭喜奥斯卡！恭喜奥斯卡成功进入第三赛段。哇，属实给我吓着了。今天这个排名。完全不是想象中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宣布204宿舍的成绩。恭喜第27名的魏子月。我留下来了。
恭喜你，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啊，博远哥，吓吓人不？吓人。永远是并排，并排走。那么接下来，叶浩然。很遗憾，这一次你止步于第二三段，请回到你原来的位置。接下来，我将宣布203宿舍的成绩。很遗憾，你们都未能进入第三赛段。谢谢。